大家上午好呀，我是东三省第一美女。今天朋友过生日，所以给他做一个超大号的六寸蛋糕。这个六寸蛋糕坯子是真的挺大的，我用我最大号的锅烧了一整锅蜡都没有把它填满，后来又倒了半锅。我之前是给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顾客做过一个单层的六寸蛋糕，然后这次给我朋友，我寻思毕竟是天天见的，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双层的，下面是白色底子，上面是粉色的，上面撒上淋面，然后边上打上这种贝壳嘴的奶油花。我个人感觉我最近挤奶油的这个技术有那么一丢丢的上涨，你们能不能夸夸我？本来我就想看着素净一点，只在上面这层撒一些糖粒儿，是后来决定加一下这个 Happy Birthday， 因为感觉上面不放的话是特别单调的。然后把我们今天的主角小兔子插上去，再插几个小气球，我感觉今天这个太少女了，真的直接有戳到我的心灵深处。而且这款蛋糕的话，上面的小公仔、小配件啥的都是可以随意更换的。作为生日礼物的话，送人也是比较少女的，喜欢的话可以来找我定制啦。